掌柜的，客官，您是驻滇还是吃饭？跟你打听个人。您说，这往年季家马队领队的那个小头头，你见过吗？您是说高丽天高爷，他是领队的。是啊，他。他每年就是采药跑货，这是他必经之路。那今年呢？今年啊，今年也来过，但是这次领的人少，就他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不是三个人吗？ 宋少川在守贞城外敲门，士兵之后有人亲眼目睹他脱下了面罩。这，李天相信大叔不会出卖，敬请大叔慎加提防宋少川。此人心机慎重，阴险歹毒，过继之事宜再深思。我已启程赴东北，回来后会亲见大叔，届时可将与他为病，我们再做商议。 老路线，小路还找不到。这，总算是快走完了。哎呦，累死我了。这已经是最轻松的了，只认路，没有采药，也没有带货。其实啊，
我不是怕苦，说真的，体力上吃点苦，我都能撑得住。就是，你不用说出来，你已经猜对了，就是心里那个寂寞，那才叫真苦啊！你寂寞什么呀？你那张嘴整天都没有停过，我看你忙得很。嘴不寂寞，耳朵寂寞呀，啊？你也不想想，同庆多长时间没吵我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头几天我还以为自己耳朵聋了听不见，没人吼我。哎呦，你别笑，不是我贱骨头，自从我爱上了同庆，那别人要跟我说话小声点我都听不清楚，必须得达到他那个音量，那个怒吼、狂笑、尖叫。说真的，我现在真的挺想同庆的。那个疯婆子，那个拔高的嗓门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每一回啊，他对我一发飙开骂，我的七魂六魄立马就定位了。哎呦，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。嘿嘿，你呀，你就是个贱骨头。你不懂，他的胸我的剑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爱情的一种体现。那就跟你和风景遥遥对望不说话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区别在于你们安静我们吵，知道吗？现在啊，我真想同庆能吵我几句。哎，睡了睡了，三更半夜的，难怪你已经开始说梦话了。嗯，走走。你听，是同庆的声音。我没做，是同庆，是同庆。哪儿啊？那边。同庆，同庆，是你吗？我是平章。同庆。平章。哎呦，同庆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我总算是回过魂来了。哎呦，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我们相隔有多远，只要你高吼一声，凭着我立刻就能听音辨位的将你找到。这就叫这个琴瑟和鸣，这个腹吼腹随，那家有天成。你怎么了？嗯，同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他就是久别重逢相思泪，有我在这儿呢，你放心吧，回屋吧啊。走开啊。怎么了？你还真相思啊？娘，哎，先生要不要烟啊？快点快点，要烟吧。同庆，快点，同庆，同庆，哎，停，你干嘛拦着我呀？不就是一个梦吗？梦是什么你懂吗？啊，假的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你就是太想你娘了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娘。这一路上我想的全部都是怎么能追上高丽天。你太坦白了吧，你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？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娘，所以我娘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她流着泪看着我，一句话都不说，他一定是想跟我说什么的，他是在托梦给我。快走快走快走啊。停，不许走不许走。干嘛？你娘如果有事，那他托梦给你为什么不跟你说话？他为什么要静静地看着你呢？啊，我怕他是不能说话了呢。哎呦，他就是不能说话了，你现在回去也没用啊，难不成你让他从棺材里面蹦出来再跟你说话呀？啊，我打死你啊。你个好端端的撞我娘躺在棺材里。打死你。为什么你能说我就不能说？同庆，你娘她没事。真的吗？出门前我交代过小六了，万一童家出了什么事，他马上就会快马追来告诉我们。童家出什么事情？我看你是担心方锦吧。总之我一路上都有留意，并没有小六的踪迹，我想童家应该没什么事情的。童家一切安好，并不代表方景也一切安好啊。那你出来的时候，小景她好吗？我又不是什么小五小六的，你问我干嘛？要问，你问那小六去。
铜匠，铜匠，铜匠，等等我。铜匠，铜匠，哎呀，铜匠，放开我！我问你，明明说好三个人一起来的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偷偷摸摸先走？我苦啊，我也是万不得已，那是你爹的意思。我爹？他让你死你就去死啊！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我当然是个男人了。好，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伸出来啊！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这一路上我一定要让高丽天成为我的人，我一定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你疯了！一个做未婚妻的，居然跟未婚夫立下这种盟约，你要气死我！我把你手给剁了！你给我听着，我不许你跟他说，也不许你让他知道这件事情。还不许提？啊？那我死了算了，你以为我傻瓜呀？你给我安静一点，黄平昭。就这一程，如果我得不到他的人的话，我就乖乖的跟你回去。跟我回去？嗯。做我老婆？嗯。替我生儿子？从此不再兴风作浪？嗯。真的？真的，说到做到。好，把手伸出来。你到底要用什么办法？你管我，反正说好了你是不能管的。说好的嘛，要是我输了的话就跟你回去。好，我跟你拼了，你要是输了就跟我回去生儿子。人家厉天那是正人君子，不会被你色诱成功的。高厉天，只要你是个男人我就不会输。哎呦，大哥加油，撑着点，为了我的幸福，你一定要忍耐啊！啊，来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来，再吃一块。啊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厉天。你喝点酒暖暖身子啊。好，谢谢。丽婷，那是不是你的马？啊，我去看一下。你干什么？你谁知道你在他酒里有没有下蒙汗药啊？我得防着你。对呀，我是下了药，还下的是迷药。等一会儿你就昏了，我看你还怎么防。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吃坏肚子吐了。来，过来，丽天，来坐。宋小川，不会吧？我真昏了头。哎呦！这个姑娘还真狠，还真下蒙汗药。三人同进同出，如何下手呢？经徐州，往雁门，到大兴安岭，在冬季走最险峻，因为要过一条冰河。哎呀，那多可怕呀！再可怕也得走。很多名贵的药材都在那里才能找到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不得冷死啊！你不怕不怕，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给你取暖。你太过分了，看你那德行简直像只发情的母猫，你干脆直接跳到他床上去算了。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说不定到了最后。你闭嘴。铜匠，
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你能不能自重一点啊？是不是我越喜欢你，你就越不懂得珍惜？他越不在乎你，你就越想要得到他呢？啊！黄平昭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我同庆什么时候低声下气去求过一个人？既然不想，何必勉强呢？一来，我是真心喜欢他；二来嘛，怎么样？为了我的家，我也必须要得到高丽天。方景是我娘做主娶进门的，可是过门还不到一年，童喜就死了，断了香火的这个行客就全都落到了方景的身上，我娘也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方景再跟高丽天跑了，我娘在童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那你何苦牺牲自己呢？啊，大不了把你娘接进城里跟我们一块过日子嘛。不是我不想离开，是因为童家没有人了。我爹老了，童喜死了，徐凤琴肚子里的还没有落地，你说童家现在还能指望谁呢？你想想，高丽天我必须要收服他，于公于私我都要让他成为我的人，你明白吗？你是嫁出去的女儿，你爹不会指望你的。我就恨你们有这种想法，总有一天我要让我爹非指望我不可。我看谁还敢像我娘一辈子没生个儿子，我要让我娘开开心心的看见我童庆比谁都强。我怀孕了，这个天大的秘密我谁也没说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恨我，大嫂，你一辈子都清心寡欲，苦了自己，我做不到。你我之间的恩怨情债，在九泉之下我一定会全还给你的，我不怕。现在看在我们都是善群的女人的份上，大嫂，你保佑我，你保佑我生个儿子，我的儿子也会是你的儿子，我也会教他敬你如母的，你保佑我。二奶奶，来，哎，您小心。来来来，二奶奶，云大姐，你到这儿来找我？我找你有点事情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哎，好嘞。现在童家也只有你会来给大奶奶上坟了。尹大姐，你找我是为了我说你还是搬离童家吧，官府要调查童家。调查什么？那三条命案有冤逼迫死之嫌。这三条命，童家在道义上是有责任的，但要论及刑处的话，童家是清白的，麻烦事本来就免不了。但我总不能在这个时候就撇清走人，虽然不关我的事。就是有关你。我？官府听见。是什么事？你与童善群
有司机。是谁啊？谁这么信口雌黄的说话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是我先夫的兄长啊。你也别管是谁说的，总而言之，官府已有耳闻，你在暗中着手调查。二奶奶，你就避避嫌，离同山群远一点吧。是谁说的？总而言之，官府已有耳闻，你在暗中着手调查。二奶奶，你就避避嫌，离同善群远一点吧。哎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个才貌双全的好姑娘。是可惜，但这事儿千万不可以心软，老爷，这可关系着咱们童家的气数啊。这妹姑娘的八字就真的那么差吗？看上去也挺有福气的，性情温柔，言语不多，手又巧，可命太差了。您想想看，如果真那么好，她还会至今独身吗？早就被别人给聘走了。那倒是。小程，你看看咱们这个家，人丁凋落，死的死，疯的疯，走的走，只不过一瞬间的事儿。不会的，老爷，咱们童家还是有希望的。何来希望？一个家能不能兴旺，就看人丁。如今咱们家人丁是只减不增，香火是陆续夭折，童家的脉息眼看就要灭绝了，日后我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下的祖宗啊。大哥，找我有事？我来和大哥道别。要走了吗？多谢大哥，都打点好了。童家给我的产业很丰厚，我后半生都可以衣食无忧，回去乡下老家。以后西珍就自己生活了。这些年来很感谢大哥的照顾，我心中就只有说不尽的感激。大哥，你就受齐珍一拜。哎，不敢。怎么了？小婶婶，那小婶婶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小婶婶，爹，小婶婶她是不是吃坏了？要清肠吗？我去给她煮点粥吧。劳烦你了。老爷，我去药铺拿点药去。哎，你要当心，这个时候不能随便弯腰。来来，稀罕吗？你随随便便都可以替个裁缝娘剪鞋，
如今替你儿子的娘穿鞋，不应该吗？别生气，别动了胎气，伤着孩子。哪儿来的孩子啊？我是个寡妇，怎么敢怀孕？启真，就算会怀孕，生了个孩子出来，也与你无关。你不是和我分家了吗？明天一早我就回乡下，从此以后与你与童家都毫无瓜葛。我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，你怀着我的孩子。是你要我走了？你用那几甲地几张银票毫不留情的就清算了几年来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一退再退，我不要名分，不要实权，为的就是乖乖的为你守。我忍着徐凤琴，我愧对大嫂，我的行为天理不容，我都豁出去了。我为的只是留在童家，只是留在你身边，这么简单的你都不可以给我？你还要再娶别的女人？你要把我赶出童家？不，那个时候不一样。那个时候你想摆脱我，你现在想要留我了，只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吗？启真，启真，我求你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什么？相信你突然间又爱我了？相信你这个时候会不顾礼教的正式娶我进门？还是我相信你敢为了我公然与一个报表守节的寡妇在一起啊？你根本就没资格做这个孩子的爹。我明天就走。不要这么残忍，这个孩子是童家唯一的希望。何以见那一定是儿子？若是女儿呢？你还会求我吗？不不，我知道一定是个男孩。苏荣他已经宽恕了我们，所以在他过世后让你得以怀孕，就在那个晚上，对不对？为他守灵的时候在他的房里。不要再说了，启真。哼，吓死你这个老狐狸。这一切将来都是我同守成的。我才是童家真正的老爷。欺负你，你死了他们还欺负你，这是个什么家？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怎么又要搬回守贞堂了？他难道就这么怕事吗？是我提议的，因为官府已经开始调查。查什么？
查我跟他的关系。是谁告的密？我现在哪有心情去管这些？这么多年来可以瞒着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有时候想想，查就查了，最好把这事儿曝光。哎，这万万不可呀！你怕什么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肚子也跟你没关系。何其真呢，何其真！过河拆桥这一招你是最会了。哼，只可惜，你一路走来，直到最后，你过的每一条河，都离不开我这座桥。你威胁我？是谁允许你这么指名道姓的称呼我？那我要怎么称呼你？孩子他娘？哈，别气别气别气，千万不要动了胎气啊！你动了胎气，我可会心疼我的儿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今天下午我感觉你跟老爷有话说，避开了。可是那喜少奶奶，她说替我熬粥去了，不是吗？熬粥？那粥你喝到了吗？没有，也给忘了。我亲眼看到他把粥给倒掉了，他怒气冲冲地从这屋一路走到厨房，然后把那碗青粥小菜全都倒了。难道他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？怎么能让他听见呢？太不留神了，这等于是多一只手掐住咱们的脖子。我萧静不是那种人，我相信他。放那儿就行了。啊，不，我提进去，怎么能让您提呢？哎呀，哎，就放这儿吧。是，从今天起啊，铁嫂子每天会来洗洗涮涮收拾什么的，两位奶奶想吃什么只管吩咐她去做。哦，还有那个老王福，他也要来。他来做什么？干点粗重活，劈劈柴火，干点搬搬运运什么的。二位奶奶身体尊贵，怎么能让你们干这些粗重活呢？我知道了，你别净在这儿啰嗦了，快走吧。这是吉林参，每天煮点参茶喝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自己多多保重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少奶奶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你走吧。你多保重啊。小静，我自己来吧。啊，好啊，那我去熬参茶。小静，以后这些事呢，交给铁嫂子就行了，不用劳烦你。是，铺床做饭可以让铁嫂子来做，那其他事情呢？那你的贴身衣物也可以让她来洗吗？女人每个月该来的利事突然不来了，能让她知道吗？你要是害血呕吐，能让铁嫂子来清理吗？爹要是从药铺子里送来安胎药，能让铁嫂子来熬吗？我见过我娘怀孕，脚每个月都会大半寸，要不停的拿新鞋点，这也让铁嫂来做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对，当然不可以，你根本就不可以怀孕的。我真是看透这个家了，每个人都打着礼教的幌子，其实礼教就是严于律人，苟且自己的谎言。小姐，我只希望你别忘了，你跟高丽天私奔的时候，是小婶婶给你开的门。在那一刻，我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安危。只要你有一个幸福的归宿，我是会祝福你的。就算我求你，念在我们旧情的份上，就算我不值得祝福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鄙视我？
家听着，从今日起，二奶奶会不时的到铺子里来。老爷决定，正式将岐黄之术传授给二奶奶。啊？怎么会传授给个女人呢？啊，这个不难理解。老爷如今膝下有虚，一身本事又传承无人，所幸二奶奶天资聪慧，又得善根。哎，童总管啊，那往后药材的烘烤切热、丹丸膏散的配置，这二奶奶也要一起跟着做？这个嘛，暂且不必。啊，二奶奶身体娇贵，啊，也不易抛头露面，站在柜台前，所以就由老爷教一些经脉走穴的道理吧。啊，那以后各有的学了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二奶奶好。嗯。啊，老爷在房里等您呢。奇珍，来来来来，快进来。胃口好吗？夜里睡得可好啊？睡得不好吗？来，坐下，我给你配的安神汤，你都喝了吗？来，我给你把把脉，啊，来，那边去。来，慢慢的啊。把手给我，怎么？原来徐凤琴就是这样神气起来的。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这般奚落我呀？什么时候？有喜的时候了。女人呢，就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被你们男人当我们是宝啊。我好不容易想出个法子可以见到你。以前在宅子里后厢房的时候那么方便，你都不想见我，还硬要把我赶出门。哎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还提他干什么。好啊，那就不提过去，我们说说以后。我一定会好好安置你们母子的，最起码最近这三个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借学医之名，你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见面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我是知道的，冲着童家这种，你一定会妥善安排我的。但是我得把话说在前头。什么话？怀和生都是小事，那生下来以后呢？你敢认？你能认吗？还是你只打算认孩子不认孩子的娘呢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如果你真想要认孩子呢，你就一定不能把我一脚踢开。我将来可是要跟我儿子一起进童家的。你是个寡妇？你睡了个寡妇。哎，启真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累了，你要教呢就上守贞堂来教，不来也没关系，就不要问我和孩子好不好了。哎哎，启真，这么高兴，检查的结果很好吗？真是好痛快，我的心到现在还蹦蹦蹦的跳呢。我从来也没试过可以这么颐指气使地跟他说话，我居然可以命令他。小婶婶，你说话小心点，铁嫂子还在呢。怕什么，现在我肚子里可怀的是童家的主子。小婶婶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以前小喜他娘，她怀孕的时候也是这么不可一世的吗？我现在才知道以前徐凤琴凭什么那么得意。一个女人能够怀孕生养，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。以前
我百般委屈都求不了全。现在只有我想不想见他，由我来决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他。现在可以，那以后怎么办？经过我们暗查，那童善群似乎真和他弟媳妇儿有不良的关系。不会吧，那何其珍已经搬回守贞堂了呀。搬回去只是避人耳目，其实他们来往甚密。本来就是一家人，来往走动亦属平常啊。一点都不平常，童善群要传衣钵谁都可以传，为什么非要传给妇道人家呢？打着传学之名，他们公然进出。还有人说童善群还夜访守贞堂呢。请问宋少爷，少传有事出去还没有回来，老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。告辞。开门，堂内守节者立即开门，开门。啊，是官爷。果然，进去搜。是是，且慢，官爷，你可知此处是何所在吗？我倒要问问你们知不知道。啊，官爷，夜深了，为何要进入守贞堂啊？你也知道现在已经入夜了。我问问你，你家老爷呢？不方便说是吧？进去搜。是是。官爷不妥，官爷，官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看，何事闹嚷？哟，单公公，体恤百姓不扰民，乃地方官首要之志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竟敢率众闯入民宅，为的是何道理？福安道要请教了。我，下官，说呀，是冲我来的吗？哦，不敢不敢，下官不知公公在这儿。别左一个下官，右一个下官。我不过是一个前朝太监，受不起这个称呼。据报守贞堂里不清静，常有男子出入，下官这才前来查探。哼哼，我一个公公深夜在守贞堂，能有什么不清静的事吗？荒唐。哎呀，这次啊幸好我在，要不然同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感谢公公对童某的救命之恩，你是我的贵人呐。哎，说感激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跟童兄要个人的。是高丽天吧？他跟平昭认路去了，现在没在府上。我要的不是高丽天，那是我要的是您府上的儿媳妇。你要方锦？怎么不放心我呀？不敢不敢，公公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。得了，横竖我是个公公，您儿媳妇在我身边那是最放心了。那是那是，可是不知道公公想要方锦所谓何事啊？哎，我的宅子快修缮完工了，总得找个管事儿的人吧。我呢告老还乡，图的就是享享清福，总不能让我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。啊，是是是，这人选也不能随便找啊，一般的村妇没见过世面。那当然，也不够公公的格调啊。是呀，思来想去，还就您府上的少奶奶是上乘人选。所以公公连夜前往守贞堂与小媳面叙。是啊，我跟他说了说话，这孩子挺好，既贤淑，话也不多，
但他是个寡妇。还就因为他是个寡妇，要是一般的妇道人家，少不了总有些拖儿带女、丈夫啊、婆婆的琐碎家务，那还怎么帮我管好家呀？我又不能像你找个男的当管家，我一个公公弄一个男人在身边，这飞短流长的，哎呀，我想起来都烦的。就好命难上加